Yeah, I think overall the first quarter we kind of played decent. You know, we didn't play that good defensively, but after the second half, when coach talked to us, you know, we adjust, and the second half I think we really played good defense as a team and we rebound better. Yeah, and about me, I think the first half I was helping my teammate get involved, you know, passing a lot, help them score, so the second half I can get more opportunity. But that's overall really good, I think. 那这边八月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在执行教练团下达的防守指令，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好。但同时，教练团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还缺少哪一部分。那他这边莫也有提到说，他在上半场进攻，其实他尽量是让球保持流动，然后更多的是他看到队友有空档的时候，他可以去传得到这个球。 那经过下半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团有加强说，我们防守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尤其是防守篮板，以及他们抢了蛮多颗进攻篮板。那在下半场进攻，那他因为上半场他做了很多颗传导嘛，所以下半场他们的防守者就可能认为说莫他不会投，所以大家就看到说他后面有几颗很多高难度的翻身跳投，以及一些 Huck 的个人动作。那这都是因为他在上半场的时候想要让大家一起 融入在整个教练所指定的进攻体系上面。其实就是第一次打球之呗，然后其实教练他们有很多一些设定，那需要就是短时间大家一起去调整。对，那我觉得就是今天设定我们上半场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好，对，然后我们下半场其实就是教练团他们都有是一直在提醒大家。 那我们一定要把防守做好。那到下半场，其实我觉得防守强度有拉上去，然后导致我们外线可以就是越来越开。对。你可以讲讲就是第一次入选球队的时候的感觉。第一次入选球队的感想就是很棒的经验啊，然后跟着学长学习，然后就让自己更成长一点。